伫咧高雄的菜市啊，目前因为疫情关系，实行身份证分流政策，管制人数。不过五大果菜市场全拢无伫咧管制。农业局对今仔开始啊，要求讲果菜市场也要按照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分流，管制人数。透早伫凤山果菜市场门口，想要买菜的民众，就要排队量体温登记，这是上基本的管制。疫情影响，凤山果菜市场逐天也是不少人，大卖业者甲送货人员来来去去。为着提悬防疫，即马开始果菜市场嘛要比较身份证分流。好啊，安怎讲？哈，人佫较袂啊拥挤啊。这事实上，大家拢了解啦，袂啦，拢会接受啦。OK 啊，但是要分好啊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进去要从哪里出来啊。好，了解。英国凤山果菜市场一天上座会有12000多人，现在每天差不多7000-8000人落三四成。不过农业局还是要求全市5个果菜市场要管制人数，除了一般的民众要分流，大卖业者和员工还有送货都要挂证件才会当入来。我们家客人要做那个偶数和奇数，因为这个采买人员你就要遵照这样，虽然不是传统市场，我们这批发市场，啊，不过我为后咧，算今仔一开始选择，选择到后礼拜，我们该正式实施。唔，那市场加强管制，市府推出的高雄好家在外送服务，即马嘛宣布有10个市场夜市加入。通过 Live Spa 的平台，找到你要的市场跟夜市，那接下来就进行订购。市府表示，民众透过高雄好家在买市场夜市的菜蔬水果，也是餐点，3公里以内免运金，希望民众踮厝内好好防疫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泽高雄报道。